風咧，搬就係嗰啲新中國成立前後嗰啲時間嗰啲嘢，民國時期啦，都大部分都係民國時期嘅，比較文字啊，同埋啲繪畫方面嘅嘢係比較吸引我嘅。上海人講啲弄堂啊嗰啲嘢係對我吸引好大嘅嗰啲地方，呢、這個就係愛啦，講唔出原因嘅呢、這個，好特別嘅。我細個陣時咧，我嘅語文定係數學老師啦，就罰我抄咩嗰啲咩盧溝橋嗰啲課文啦，一次抄50次喎，抄咗一晚我就愛上咗呢支圓珠筆。其實黑色我都有過用過嘅，但係俾我自己心裏邊覺得有一種好曖昧嘅感覺，就係呢兩種紅與藍嘅顏色。畫畫對我嚟講，只不過係一個心靈深處比較乾淨嘅一笪地方。我叫黃怡木，呢個係我為 Remax Project 做嘅畫。